收看《麻辣天后宫》。向前冲！但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在谈什么呢？谈其实儿女都是父母心中的宝，没错。为了让孩子不要输在起跑点上，哦，他们好认真哦。我真的很想看到现在小孩子教育上面，到底他的玩具或者他的受教育的一些学习的东西，到底长什么样子？尤其是明星妈妈如何去教育小孩，因为你们陪时间陪小孩的时间比较短，一定要有一些法宝。我今天就有看到很多感觉不像是跟小孩子玩的东西，很完整哦，这个不像啊，不像哦，这没办法。我感觉我看到这个的画面好小哦，对啊，你可以做吗？可以啊，你不要把它做坏咯。哇，这下面还可以踩了，有有踏，快点，快点。平常少伟看起来还挺帅的，坐上这个好怪啊。我不懂，对不起，我想请问一下，为什么要让他学这个？因为他本身非常喜欢打鼓，我记得他在一岁多，但这个音不准啊。不准，对，但是只是一个 feel 啦，因为我现在还没有能力买那个一整组。是他说我要打鼓，我要打鼓。他很喜欢打鼓，小男生吧。他说他要打鼓。对，有一次我带他去看那个悠人太鼓，然后后来他悠人太鼓这个不一样，不一样，对，但是悠人太鼓是那种很大的。有啦，我家有另外那一种，但是这个比较有趣嘛。然后后来有一天我就带他去那个蔡岳勋跟于小慧家，他们小孩不是有玩爵士鼓嘛，很厉害。然后玩真的啊。他们是玩真的，玩真鼓，因为他们真的自己有一个房间，他不会觉得专门放鼓。买这个给他，他觉得很寒酸吗？不是寒酸，但因为就骗小孩，不至于到寒酸。我小孩买这个时候才三岁，我怎么可能帮他买那一整组？我们没有看过铁弟耶。对啊，超可爱，真的吗？铁弟超可爱，假老外。不光，就他一岁的时候，好可爱哦！现在几岁？三岁？现在五岁。五岁，对。他像谁？像这个是六个月，然后呢？像阿嬷。没有啦，他其实眼睛很圆呢。对对，两个都像吧？他现在眼睛像两个逗号哎。然后为什么他都这个表情啊？就是因为你知道小孩要他拍照真的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。然后因为我每个阶段就想带他去那种很古老的相馆，有没有拍这种？你都有带他去。对对对，然后呢，我每次可以换一张好的椅子吗？因为我想说，已经第一次就是那一张，那我就想让他联系，有点怂啊，你就让他联系啊，我就让他联系，所以都让他坐那一张。有时候那个摄影师还说，哎，我们换一张椅子好不好？我就说，好可爱哦。然后这个是我在旁边，胸部好大哦，没有吧？是我就是跟他讲说你要拍照嘛，然后那阵子他很喜欢学猴子，我就说那你现在学猴子这样，他就马上这样啊，逗他做表情，对不对？可是你怎么让小孩子看镜头？有些小孩子很皮，又不敢看镜头。哎呀，多么希望太狠了吧，这太狠了，多么希望他现在变回这个时候。你买玩具给他，基本上是因为你把他当玩具，对不对？他也是你的玩具吧？他这是什么？他是草莓吗？两岁以前蛮适合的。天线宝宝吧？对啊，他其实是瓢虫跟天线宝宝的混合体。没错，没错，没错，因为有经验。然后还有什么玩具？我看你玩具，一些小孩子玩具，比较小的时候玩的。这是芝麻街吗？对，可是呢，他很有趣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个是啊，那时候我带他去第一次带他去日本的时候，好可爱哦。然后啊，他就在那边就是吵闹这样子。后来我们就看到这个玩具，他脚有开关，对。然后呢 ？OK， 在日本买的、哦。对。他说什么？哎呦，哇，好厉害哦！哦，哇哇，还可以再哦，好软哦。然后就小孩就看了也笑，然后刚刚是第一次嘛，然后他其实都。心情就会变很好啊，然后你看还会这样子，我要买，我要买。哎，等一下，还会站起来，很厉害。那你不担心铁弟模仿他哦？有啊，那阵子他就是这样子啊，就是吵着啊。累了，累了，累了。你小心哦，
他累了最后会走过来给你呼巴掌哦。累了，累了啦。好玩哦，要追的我会买，我会买，对不对？一定会买，而且我会买。那时候他才一岁多，然后一岁多的小孩最可爱，他们看到什么都很新奇，说他看到这个就这样，眼睛睁得很大。有叫你叫你叫，就是我们要逗小孩子笑，基本上就是我们自己要笑，他才会笑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这个就是等于是整天一直笑了耶。对啊，就很开心。超棒哦！你说这多少钱？哎，这个要3000多4000左右。一开始卖的时候还蛮贵，而且这个那时候是他们一岁的时候，大概4年以前，这个很流行，就大概要等3个月，因为那时候是对买不到，对我们也有，然后快到圣诞节的时候都已经卖光了，要缺货，要等三个月。这个应该很多妈妈也有啦。你们有吗？有。然后他是没有哎，艾比没有。这个好像是三个阶段，就是因为小朋友一开始他可能不知道。这给老外学的吧？我们什么都知道。老外也可以用啊，老外有啦，可以用。然后婷婷，你家应该没有。有，我家有。家也有。有。这每个妈妈都会有。待会如果有的话，他有出要告诉我。有。然后这个啊，是我觉得他很贴心，因为有时候小朋友啊，他自己，你叫他这样拿，他根本不知道从何拿起，所以他就做了一个大人的。然后小孩很爱学，小孩很爱学示范，他就会看你怎么做，他就怎么做这样子。然后他这个有第二阶段，就把后面拆开就变这样。第三阶段呢，就把整个拿掉，变成是筷子，让他慢慢循序渐进去学怎么用筷子这样。你不懂现在小孩子有这么笨吗？我们小时候没这个，我们也学会啦。对啊，可是我们呀，可能我们现在小孩子怎么回事？让你学比较快一点啦。而且现在都有很多不同卡通的这个，有吗？有，他有 Thomas 的这个。I mean you， 我从小就用筷子啦，什么？对呀，那你有买这个？我没有啊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要买给小孩？就好玩吗？好玩啊！好玩，好玩，对啊，好玩，让他学习。没有，而且我觉得他们学的时候就会很开心，因为他看到他的筷子有 Thomas 那个火车，他就很开心。对，这个是为什么要卡出来的重点？对对对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他就愿意用它，先吸引他就对了。现在条件，我觉得妈妈讲一句话，就是让他开心的。对啊，其实并不是说我一定要让你学习这个东西。我们小时候拿着两根丑丑的，一点都没有乐趣啊，就是只是吃饭。我觉得这样妈妈自己会觉得，你知道有好的工具，我们教也比较容易。对，像我们现在都有那么多什么3C 的东西 ，iPad、iPhone 太发达。他们已经，我儿子3岁的时候就已经会弄他的 iPad 跟 iPhone。对对，我们3岁拿着，我们3岁就有两个手这样子。对，你知道吗？我没有 iPad。对啊，泥巴，对泥巴，对啊，对橡皮筋，橡皮筋，橡皮筋而已。橡皮筋很好玩。你小孩几岁就会玩 iPad 跟 iPhone？iPhone 的话，他差不多3岁嘛，就会了。对 ，iPad 还没出来 ，iPad 是今年去年才出来，所以他4岁。我的 partner 到现在都不会玩 iPad。哪一个？哪一个？讲实话，我妈也不会玩 iPad 跟 iPhone 的。这做什么用？是塞车游戏，他这是益智的，因为他现在塞车游戏，就是年纪比较大了嘛，所以他就而且。我小孩还蛮爱动脑的，所以就是帮他买一些这种。还有卡哦，他这怎么玩？然后他就是随便挑一张，难度不要太高，好。再把它放进去吗？然后他后面就有题目，后面是解答 ，sorry， 前面是题目，然后就放上去之后啊，小孩就会看着这个，哦，照着他拼就对了，对对对，找出绿色的车子放这里，哦，然后橘色的放这里，哦，好无聊哦，放这里，不是，等一下还没结束啊，这个动脑的，还蛮无聊的耶，一定要等，哎，这个很难呢，对，这个不同的，大人都不一定会，对，大人都很难，这哪有不会的道理啦，好，那你走走看，对，好，要干嘛？然后这样之后呢，你就想办法把红色的车子开出去。对，你要挪动这个车子啊。对，往想办法挪动他们，然后让这部车可以从可以开出来，从这个洞开出去。他可以这样挪吗？不行，不可以拿起来，不可以拿起来，前都拿起来，像正常的这样走法是。对，就是真的在开车就对了。好难哦！这个再走过来，你们刚刚已经少掉一部车，所以挡镜头有没有？应该是在这边就把红色的车给挡掉了，就是算了，挡镜头这样。那如果把它放这边的话，就整个都不能动了耶。对啊，就会塞车。你要从这个洞开出来，这个洞开出来这样。对，好困难哦，超难。何必为难你小孩呢？可是他们很喜欢，他一定很快就不玩了，对不对？也不会耶，但是你不能同时，就是一个时间让他玩太多关。他有超过2天还在玩这个吗？
一个下午。我是让他一个下午，他有玩到摔他吗？没有没有，我小孩不太会摔东西。或者直接就说，那就把拿走就好啦。啊、一开始会这样。一开始会这样啊，然后 对，然后我就会说，可是你看我们在路上开车，我们不可能有一个怪手把我们车子抓起来这样，所以我们就要想办法。我们如果那他不会回答你说，车子也平时在路上开车也不是只有前后走而已、啊。对啊，也被拖走啊，他就我放着我不动，他就被拖走啊。你们不要跟我小孩见面。我觉得他是在教坏小孩，他在培养小孩的耐心，对不对？小孩子的玩意儿，竟让艾米丢脸丢到家。它可以变钢琴，你知道吗？对，我知道了。欢迎收看《麻辣天后宫》。再来看一下，哎，先看小孩吧。好。现在第几个了？现在生两个了。两个了，好好。哎，两个最好了。之前来上节目，肚子好大哎。对。啊，这是男的女的？这次是男生。好好，来看一下，看一下。来来来。哇！哎，这是我老大，他一岁的时候。老大好可爱哦！哇，他第二个生的是儿子啊。对哦，老大刚好一个好哎。对啊，哇，超可爱的，可爱哦。这是同一个人吗？刚刚对啊，没有那个造型很，他很像那个画报上面的娃娃，对，很漂亮哎。生女儿就可以这样打扮，对不对？对呀。瓢虫好像已经瓢虫又出现，对，然后蜜蜂，他就是把那个。女郎吗？这套衣服是我跟我小姑我们自己做的。对对对，哇，好可爱哦！对啊，不生一个女儿怎么行哈？对啊，你这台是吗？不是，好可爱哦！我看一下你怎么养她的，你给她玩具是什么？好。哇，你用熨斗烫的哦。打这个，这个是哦，这个你边拿，我给你们边给她看这个，你看，哇。好可爱，而且你老大这么小就用 Chanel 的粉饼，你看上面这个还蛮虚荣的，哇，你赢了啦，你赢了啦，对呀，就是女小女生真的就是每个阶段都要帮她拍，她吃西瓜，你看眼睛好圆哦，装表情，好可爱哦，你感觉上小女生应该比较配合拍照吧，对，对不对？西瓜是假的，真的吗？不是个性啊，我儿子比较配合。哦，看到这盒子了，哦。这鞋子我完全不想看，我只想看这个盒子。没错。Oh my god！ 不行啊，重点是这鞋子啊。了解了解。哎，你看，你看，哎呦，它底部有绣哎，你看。对啊，很精致，都舍不得穿。就麻。嗯。哇，好可爱哦！所以人家送吗？你买的？人家送的。交多少钱？我好像有看过，差不多12000左右。什么东西？盒子。买十个股了，那现在12000哎，哇！那现在那盒子就10000了，盒子有那个价值，上面的字要8000。哎，那怎么办？这个把它做成耳环嘛，你来戴。耳环应该还蛮漂亮的，对不对？你看，有没有很时尚？做发箍，发箍，我觉得做对，我也觉得做发箍，发箍对耶，对耶，做发箍对不对？而且是爱马仕的，对呀，是要跟瑶瑶拼吗？12000哎，然后还有这什么东西？哦，这个是小朋友教学用的，然后大人也可以用。啊，这不是做脸的、啊，差不多。我以为是按摩，对呀，我有按摩的耶，好像、哦。我有按摩的耶，好像在导入的那一种。它是一个像显微镜的东西，你可以照皮肤，可以照皮肤、衣服啊，或者小昆虫啊。这什么仪器啊？他这边上面有这個可以调，你希望他以后变成美容美容师？怎么会玩这个呢？你可以照昆虫教学啊，树叶的纤维质啊，类似放大镜这样子。对对。哎呦，哇，很细耶！我的脚趾该去了。这个都是自然美啊，他们在护肤健检的时候用的。对。怎么会有？你以前是做过美容师？没有没有没有，这是小朋友的玩具。他是看看杨王少文，这是小朋友的吗？好科学的感觉。最近你手淤，跟人家打架打伤了，你看，哇，黑的呢，这是淤血，凹青哦，哇，这个很近啊，这是几倍的放大镜啊？100倍，100倍，对，哦。他会去照他的玩偶，看他那个玩偶的那个纤维质是什么做的啊？
干嘛没讲完就笑？好啦好啦，烂东西丢掉，玩电子玩电子，他还要电脑哦。对呀，他非得要电脑哦，科技耶，都一定要电脑。你是希望你小孩就未来从事就是从那个成衣的行业就没有啦，就是自然科学家之类的还不错。前面这看起来就不像是给小孩子玩的啦。啊，这有什么？这也要电脑吗？这要拿走吗？它这个是一个教小朋友英文的游戏机。哦。然后太吵。哦，声音大小。对。然后。哎呦。好，要大声一点。他用手按，没有，因为我买了，可是用手，可是我女儿还太小，因为她还没开始念书，所以就是她很少在玩。她可以变钢琴，你知道吗？对啊，我知道啊，这个啊。哎 ，press the button。哎呦，真的！哎呦，哎，阿瑞瑞啦，二二啦，四二二啦。千万不要说我是音乐人的太太，看得好难过，国华老师。就是，我觉得你们都爱小孩，但是我发现 Ivy 在家里的责任就负责生小孩、教育，没有包办。对，我是代理孕母。气死了！收起来，收起来！气死了！要了，收起来，收起来！好，谢谢。对啊，太恐怖的玩具。好，这个妈妈的玩具完全没有受到认同。好了，妈妈比较瞎，我承认。可是妈妈很有心，我以后会多学习，要买比较好玩。就今天要看看人家的东西啊。有，我们家有钢琴，我们家小朋友也会自弹自唱。钢琴是国华老师的。没有没有，小朋友的芭比的那一种，然后他就会常常一直在那边弹，然后唱第二部就是小星星，就唱不准。然后我就看着他说：“你真的是音乐人的小孩吗？”没有，他遗传到你啊。对啊，很明显的，很合理啊，对不对？很合理啊 ，OK 啦，我要回家了 ，OK 啦 ，OK 啦。玩具被嫌到我，常来你就会瘦，会气瘦了，好不好？要常来哦，好，来来，跟永贤，永贤的，跟永贤的小孩好不好？好，永贤小孩好漂亮，都拍广告了，对不对？对，老大有拍，啊，这是妹妹，这是我老二，妹妹。老大已经拍广告了，对不对？有，跟爸爸拍了那个 Oreo 饼干，好可爱。这是妹妹已经一岁，而且我们来读读你的瓢虫好不好？没有，我跟你讲，我真的很讨厌，就是把小孩打扮的那种动物，或是就是乖。这两个啊，所以我们家就是拍这就是一半的服装，不然就是一个小礼服这样子。所以你觉得小孩子吃小假西瓜很傻吗？就是我觉得有点太欺负小孩了。我没教他吃。两个妈妈好尴尬。但问题是我们去那边，他准备的就是这些。他有点像大人的，你看漂亮哦，妹妹。化妆品广告。那我问你，你觉得她像谁呢？妹妹像谁？因为大家都说老大像我，那妹妹呢？好多人说像爸爸，像爸爸，也没有，也不是很像蒋伟文哎。对，没有，要像蒋伟文哎，都没有，好漂亮哦，好像化妆品的广告哦。对，你们两个小孩不像哎，什么？对，你们大的小孩很像外国人，他就像我嘛，大家都说他像我，然后妹妹就是比较偏亚洲人的混血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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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只是我们每一次拍照，就我们差不多每半年会拍照，那每一次拍的时候，爸爸一坚持要拍。UCLA 的服装，所以我们每一次就有不同的。然后妹妹就是穿啦啦队的，啦啦队的衣服。然后哥哥是穿打篮球的，好可爱哦！哎，你们要，冰雅，请问你们刚刚那个是花钱去拍的吗？就朋友有合作啦，就是我们在林立有合作的，对，因为我从。那个，因为我想要拍照很方便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他其实帮我们拍婚纱的，然后其实从哥哥一生出来，我每半年就给他拍。那其实他哥哥满三岁的时候，他就送我们一个大章，他把所有从他出生到三岁的照片都就拼在一起，然后我就挂在哥哥的房间，他好喜欢看他小时候的样子，然后就我觉得每几年就可以经过，对对对。对对对，做成像海报这样子送你。对对对对，
那你会觉得很感伤吗？你会觉得这样好感伤？光阴似箭，3岁就要看自己成长过程，好感伤，好 sad。不会啊，他喜欢，他喜欢，他就说：“哎，妈妈，我小时候就很可爱，就肉肉的，就肥肥的。”你看，好有心哦，他们。这是老大3个月的时候。他很可爱，他还蛮有趣。他可能是因为从小就是有拍照，他只要看到镜头，他就会笑，他就知道要看到照那个相机就会笑。儿子大料还是硬，欢迎收看麻辣天后宫。OK， 好可爱。我这边还有一个相本，这是妹妹。我们也会拍那个全家福，这是我爸爸妈妈。然后我觉得还蛮好玩，我看一下爸爸妈妈，再看清楚一下。哇，哎，你真的很像妈妈哎，我像我像我妈，非常。我好喜欢这张，这张是就是3代的女生嘛，我妈妈。而且她眼睛好圆，真的好漂亮哦，眼睛很晶莹剔透，她是洋娃娃，她整个的眼神好空灵哦。这个是儿，这个儿子吗？不是女儿，女儿哦，你是疯了吗？同一个啦，同一个，同一个啦。对啊，这是他，他大概6个月的时候。他这个下巴如果没有的话，应该瘦2公斤吧？对，他小时候就很圆。爸爸就跟儿子，你看。对，爸爸跟儿子。对，我儿子天生的耶，你看。你看他只要看到镜头，他就会笑。那这一段话是他强迫要打上去的吗？没有没有，是我们 David is my idol。 没有，我们摄影师大哥帮我们打他的。对啊，小孩子会讲说我没有讲这句哦。对，不会啊，不会啊，爸爸。可是他真的很像哦，很会摆 pose。哦，你看呐、对啊，我就说我觉得我儿子还蛮上镜头，他不管拍的怎么样的角度都还蛮好看。可是怎么那么小就有忧郁的眼神？没有，这是硬抓的。对啊，这小孩子可能 maybe 在放空的时候。哦哦哦哦，瓢虫，瓢虫，你最恨的瓢虫出现了，你看。哦、oh ，他脸颊好圆润哦，肉肉肉肉，他生出来就4公斤。他如果到20岁还这样子，你会怎么办？不会啊，我觉得我小时候也是这样子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说20岁还这样，不会，不会啊！我妈妈，我小时候就是这样。我们家，我说 if。If 不会，真的不会，没有这个 if， 就是小时候这样子，好可爱哦。你看。这是哥哥，然后哎，妹妹应该也有一张。对，妹妹也会。因为他好无奈哦。这是我们那天拍的最后一张，妹妹已经睡着了，我们就勉强要给她亲。好，他是不是下一个镜头就是妹妹哭了？哦，感谢什么？因为我觉得通常我们的朋友啊、公公婆婆都会送很多玩具，就是车子啦。没有没有，就是车子。那我觉得爸爸妈妈都会负责，就是送一些比较会教。的玩具，比如说这些小电脑，这个对我们自己买的。这个跟 Ivy 刚才在地板上那个蛮像，也蛮像，可是它是电脑版。因为我觉得我 Rider 小时候，我常常出国坐飞机，那我只要带他的电脑，他都可以玩。这个是后面要先拿一个卡片，它后面有电脑卡片，那你要选一个主题。他有，你就选一个今年。但是问题是，你小孩就外国人，他需要学这个吗？没有，他需要。需要学。你以为他的英文好，他的英文很蛮差的，因为他都是全中文的学校。但你跟你老公在家里讲英文还是中文？一半一半。对呀，他听都听懂了吧？没有没有，他的英文真的还是要教啊。他英文真的是两个老外担心自己小孩长大不会讲英文呢。他会讲，没有，他会讲，可是他有点那个口音，然后就是他的文法，对他有一点，对他像他回家，他就说 orange， 我要一个 orange 妈妈。对啊，那我们在学 A B C， 他说我这是什么字 ？F 啊。什么 F 啊？要多学你的英文了。三个音 F L L L O 就吓一跳。他不是他不会讲哦，而是他的口音让他觉得发毛了。所以我们那个钻石夜总会有一次，你知道旁边有个人来参加那个要拿10000块钱那个10秒钟那个老外哦，18岁哦，我说你拿10000块要干嘛？他说我要学英文。太好笑了，对呀、啊。你选了主题之后，你放进去，他就会问问题的。你看 ，Think think think，
Which letter does the word water begin with? 他就问你 water 怎么第一个字是哪一个字，然后你就要拼 W。没有。That was very good. 他还称赞他，他的声音好老哦。就是那个小维尼兄啊。真的吗？对啊，唱他声音这么老啊，而且怎么带一点沧桑？对啊，他就会问很多就是关于这张照片的问题。他会喜欢玩吗？他好喜欢玩。他不会觉得这很傻吗？不会，他觉得很好玩。他可以学就是字啊，然后就是他的那个 vocabulary， 他的生字可以越来越多。不请个家教？我觉得像我就说有时候我要出国坐飞机什么的，他就拿这个电脑在飞机上玩，因为飞机上不能跑来跑去，就给他坐好然后玩游戏。这个玩游戏他会觉得比较好玩，因为他真正里面有一些就是、你们看永贤的玩具哦，都是学习，这个是学习。对啊，因为生病没有，因为玩具什么意思吗？我跟你讲，玩具一大堆。我跟你讲，上一次带照片，我们家里的玩具超多，因为朋友都会送车子啊，什么飞机啊这些。你买的都是这个？我买，所以我就附近买的一些他可以学习的东西。对，因为不然他你是怕他什么不足？没有，我们家里我跟你讲，我们家里大概有一块英文不好，真的，你看他全部都学英文的啦。这个是学音乐，是你就按没有这个，他这个是那个老鼠，你就左右然后按。哎，滑鼠在这里。对，滑鼠在那边，就这个飞机。滑鼠哎，所以他很喜欢玩，然后他就问你要选那个刚刚那个飞机躲起来，他在哪一个云里面？那你就用这个云，对，左右。哦，要移动，云在中间。哎，我刚刚没有注意到。妈妈好笨哦，没有个答对的耶。有吗？耶、yeah, ，他就给你拍照。可永贤，我比较好奇，你买给他都是全美语的，对不对？对，都是全美语的。啊，你说他也很喜欢玩。对啊。啊，他怎么会讲 F 啊？对，因为学校都是教这样子的。那我觉得我希望说他在家里可以复习啊，复习没有呢？他会听，他听没有问题，所以这次都是用听的。那为什么他会讲 F？ 他不太会讲，他讲就是这个问题，他讲出来，他听得懂，他都听得懂。因为你就说我们在家里就讲一半一半。哦，他听得懂。所以你跟他讲，他听没有问题，可是要讲出来就是有台湾的，对对对啊，对啊，所以我们就这些都是要练他的英文的。很好啊，你从台湾来 ，Where from？ 台湾，那台湾有台湾的腔啊。缅甸来我们节目，我们知道缅甸人哦，白中郎哦。你不觉得很好笑？我跟艾利克斯带了我的小孩出来，然后他都讲 orange， 我会觉得。代表你比较担心你的面子，也不是，是不是？你说真的担心妈妈的面子？没有，就跟音乐人很担心自己小孩唱的不快乐，你知道吗？他因为怀疑是哪家的小孩，没有。我觉得大人让小孩学习是怕你自己的形象不好。我觉得我们都是美国人，你的我们的母语是英文，你一定要讲的标准。妈妈护子行健节目上护刚啦。儿子啊，没事就打我儿子肚。欢迎收看《麻辣天后宫》。这个是你要看这个 iPad 吗 ？iPad 我们里面有个软体，那我就这个软体还蛮好玩。等一下，好。它全部都是 learning。对啊，而且这个软体它都会这个 iPad 它都会自己开，它知道它的东西都在哪里，玩具啊什么都在哪里。这个是书，这是那个 Toy Story 的一个书。又是书啦，你所有都离不开教育耶，没有，可是跟学习耶。哦，这个书好好玩，你看，有时候爸爸要到大陆啊香港工作的时候，那他可能晚上的时候没有办法陪 writer 念书，所以他就买了这个软体哦。爸爸会先把他的声音录下来听听看。哦，这是他念的啊。你看 Andy like writer was a young boy with a big imagination。这就是爸爸的声音，所以艾利克斯的声音，对，艾利克斯的声音。所以 Rider 晚上的时候想听到爸爸的声音，他就打开这个书，然后就变成爸爸在念书给他听。这样说这个是比较有意义的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所以他就是他有在听吗？他会听，因为他有时候会跟我说，我想爸爸，我想爸爸，什么？为什么还是会有 F 啊？没有。
为什么就这么多人教他，这么多辅助工具？然后这边还蛮好玩，可以挑，比如说你要画画，你喜欢这一张照片，你就可以按。那爸爸就是每一画画。他是特别录这一块还是他没有？他全书都有，他里面全部都是爸爸念，他爸爸先把他全部念完录下来。他这边有一个那个录音的功能，录音啊，你可以谁都可以录啊，妈妈也可以啊。然后这边也是要画画，他是不是录得很辛苦，录很多次？不会啊，为什么？不会吗？不会啊，你就一次就把它念完。会怕自己不够好这样？不会啊，那你喜欢这个照片，你就按，你可以把它画图啊，画不同的颜色啊。好好好好，全部都学习的东西，好好好好好，而且。你看每一个哦，他们感受的东西不一样了。对，每个人在意的东西也不同。他是怕小孩子变台湾国，台湾英语。很明显的，嘉欣哦，就是希望就是自己的小孩可以传承那个爸爸。对，爸爸，我其实很多杂耍的东西耶，我准备了杂耍哎。嗯。因为我觉得我需要爸爸带小孩的时候，爸爸也要有一些辅助的工具。所以那我终于相信孟母三迁了耶！为什么住这个地方，然后那小孩长大变了个样子？哎，真的，你会买这样东西吗？不是，他跟爸爸真的很好玩，你知道吗？像这个啊，抛这个回力抛接球，在家里就可以玩哦。这个好玩呢，爸爸跟他对对对，周末的时候去公园玩，也有对也有。然后在家里他们就可以体能啊。比较真的比较也有意志性的意志的意志性的，但是我就是喜欢就是比较你知道吗？就是我不要他是啊，你没有接话，就过来就过来，对对，小朋友就会很有成就感，你知道吗？对，哇，好厉害哦，你们两个这真的怎么接啊？第一次，所以啊，要怎么接？这样子吗？会吗？没有，你要用啊？这怎么会？到我手上来呢，是正面接还是这样接？这样接，这样接，这样接，对对对，他抛物线的，对，哇，好厉害哦，好厉害，强哦，我也要来挑战，原来真的我老公有别人可以有，我接到应该是我的特写那一张景，那有特写，表示丢的好啊，丢的特写，等我今天这么漂亮，再，哇。一下这个吗？好厉害！后置做 slow motion， 我不开心啊，差太多了，不开心啊，好好玩哦！对，真的很好玩。那个好难玩哦，你的没有，就是这样，这是去外面去工具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还有我在后面垫底，这才是玩具啊，这个是去公园玩的，在家里玩的，这个好健康哦，这个就是准备给爸爸的，对呀，就是互动哎。不然你真的不知道爸爸，你知道吗？如果你没有准备这些道具给爸爸，他真的是会拿那个没有办法陪小孩。对对，你家小孩还是这颗吗？你家小孩体能应该很好吧？对对，打什么？丢给他，像打那个羽毛球一样，有没有？羽毛球。太高了啦！太高了，他吹高声学怎么跳的？对啊，会那但是因为这都要爸爸陪吧，他最近拍戏很忙就没有空。后来呢，我就发明了一个，我跟你讲，这真的非常适合小男生玩，非常推荐。就是你把这个啊摆在这个地上或者哪里，然后呢，这个空气枪，给他喷，去射他，射他这么暴力啊？没有暴力哦，没有没有，他不暴力。我跟你讲，这个呢，其实他在有一些体能的，这样子啦，体能的训练上面，他其实是教具，因为他需要很大的力气才能够把他的这个手臂施展开来，然后对准。以后啊，这种小孩就是到了拿枪到了学校，真的乱讲。我跟你讲，从小就是训练，没有没有，这真的是那个体能的教育。是他没有，我跟你讲，我要讲一句实在话，他儿子啊，没事就打我儿子的肚子，你看呀，暴力，我就是暴力，他儿子很爱装乖嘞，每次都说我儿子打他，他儿子比我儿子大一岁，对，他们就会打来打去，而且他前提在学校，他说我是猴子，我是猴子，打我，他儿子打你儿子肚子，对对对，好，我儿子比他瘦又比他矮耶。对，然后就被打中，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，他说：“妈，我肚子好痛。”我说：“怎么了？要不要吃药？还是要不要大便？还是什么的？”不是，小布丁打我的肚子，好壮哦！他儿子跟我儿子平常见面就打来打去，对他们很爱打。然后因为孝轩管得很严，然后有孝轩在的时候，他儿子就会说，意思就是要跟我儿子撒野，说不
要来用同样对对同样的方法，这样就儿子就傻傻过去，嘿 man， 然后他就说妈妈他打我，然后啊，因为他都我都是让他自己在家就是这样玩，所以呢，他其实就年随手拈，像这个今年跨年，跨年的胶管棒。不是，对对，跨年帮他买的这个，对啊，荧光棒。然后后来他就突然突发奇想，就想到啊，他我们家有个哨子，这早上起来叫他做那个。是摇头了吗？摇头。早上起来我都会给他做十个那个翻跟斗，让他就是流进十个翻跟斗。对。然后我就希望他未来可以到杂技。哎，照片先看一下，照片先看一下。他也有进。我看谁被这样折磨成这么辛苦。哦、真的有点像，像爸爸他好超邪啊，很像爸爸，有像爸爸，像爸爸，像爸爸何豪杰，好像，嗯，真的很像哎，嗯，下一张，哦，小时候就要四个，就是家里都是这样的体，抛在空中了吗？那我请问一下，如果在拍照的时候，你儿子非常非常的帅，但你非常丑，那张你会留下来？对，不会，所以我很不喜欢。喜欢跟他拍照，因为我就觉得跟他拍照对啊，就是小孩都很好看。可是如果小孩不 OK 的时候，我们还是会留。比方说像小孩不 OK 的就留，小孩不 OK 你们 OK 的时候 OK。你看就是像这样子，就是说我们呢，就他已经拍到这弊病啊，他就是已经哭了，累了，对。然后我们还是会留，对。那他这个是可爱的，对啊，这是一种感觉，对，就是他不 OK 也可以 ，OK 啦 ，OK。品品哄儿秘密武器，价格让人头皮发麻。我们一起去日本的时候啊，他跟他爸爸讲，欢迎收看《麻辣天后宫》。如果吃饭打发时间的时候，会有这种小的教具，然后就是在餐桌上面，如果说我们餐还没有来的时候啊，感觉你的东西都蛮便宜的耶。不会耶，这个还贵，这个会贵。真的，昨天我为了准备这个出来，要把它看到多少钱，一直在那边骂哎。哦，就一颗骰子而已，这样能多贵？一个骰子跟几个纸片，像月亮的纸片。它后面有价钱，这要180。750，好贵哦！为什么750的东西现在很贵哦？对，所以爸爸也觉得。你会买吗？我不会。你会买吗？他是玩什么？哦，他是玩那个接龙，就是有两三个小朋友，然后他就丢骰子，然后看到什么颜色不能重复。不会，你会买吗？750哦，不好玩的感觉。对啊，他看起来不好玩，又贵又不好玩。那你的小孩有在玩吗？有在玩呢。他们如果几个小朋友一起出去的时候啊，是哦，我知道了啦。嗯，就这样子，你看，来，你丢一下，我丢一下，对不对？丢一下。好，蓝色，那就一片。哦，把它，然后要接什么？对。好，红色，然后嘞，然后接上去啊，是这样吗？这样子啊，它前面有一个毛毛虫的头啦。对啊，就接龙啊，就这样接下去啊。对对对对对，有个头把它接成毛毛虫这样。毛毛虫头，扑克牌本身才50块。对啊，对，这可以自己做，自己做，对啊，自己 DIY， 还有自己做就好啦。哦，这样子哦，哦这样子哦，然后再接下去这样子。好，然后就是你骰一次，我骰一次，不能重复颜色。等一下，重复颜色就要那个休息一次。哇，这个哪里好玩？这对2岁到4岁小孩来讲，对啊，2岁到4岁要玩这个吗？他们就是如果训练手指可能啦，可是应该他没有耐心，我觉得他2岁没有耐心。不会啊，不会啊，长不开。他们就是有一个互动，一个简单的互动啊。因为我希望就是小孩玩的是比较自然的一些东西，就是不要有那个，就是爸爸他很爱3C，所以3C这一块我就会排除掉。哦，对对，3C这一块这种完全是为了要就是为了老公。也不是，就是你知道吗？对啊，就老公爱买，我就不要再给小孩再买了。老公很爱这方面，所以小孩以后长大绝对不会缺这方面的那个喜欢。对对，对于3C的那种喜欢，对。但是我希望他都是可以动手做的。这里面一个3C都没有，零。而且你这一摊感觉像那杂货店铺，有没有？对，哎，就是比较复古，什么都有。因为我其实蛮怕，就是一个按钮，然后会发出一些声音啊，然后就我的 Hello 吗？怎样？不是不是不是，怎么样呢？我们家也有这样的东西，我们家也有这样的东西。对，你对这个没什么兴趣啊？
对啊，因为其实我儿子，直接讲，不是，我是因为我儿子的关系，他好像从很小他就对这些东西他比较没有兴趣，然后他也比较有自己的想法，他自己会去挑玩具。对，我还没看过你家小孩，我可以看一下吗？可以可以，好，我们要看一下少奇哥跟婷婷的孩子，这是书生昌小的胡子强，对，这是刚刚满月，这是胡子强吧？满月当天拍的纪念，对，这头有剃过吗？没有，就是刚刚出生满月啊，好像清朝人哦。对，他不是，因为他是难产，所以他的头在大概两三个月前，他都很像冰淇淋，因为他有被产前夹过。哦，夹子。对，所以你们不要笑他，是不是？所以他那时候大概在八个月以前，这里都没有头发。哦，对，是不是可能被吸盘吸的？对，他是那个像少哥，好像爸爸哦。对，这是比较现在七岁了。对，这个是大概五岁，他比较成熟一点。对，从眼神看起来就比较成熟哎。对，他没有那种无辜的眼睛。对啊，你看他脸上有多僵。对，很僵。人家说，哦，又来拍照。他就把牙齿挤出来而已啊。不是，他得到什么第一名？他这个拍了五个小时。拍什么？就是拍这些照片啊，他拍了五个多小时。哦，这个就真的开心笑，对，这个是开心的笑。然后前面这个就是已经，那他就是假笑了。这个你看，嗯，我很少看到。现在一路看过来，我没有看到有任何一个小孩子是假笑的。你看他都没有，因为从眼神就看出来他有多无奈。然后你看这个，他对。哎，他都是很鬼灵，就要跟爸爸很像。你看，你要回去把这边写 OS 有没有？对 ，OS 啊，又来了这样子。然后把我当猴子耍。他每一次他玩东西都非常的认真，而且是博士吧？对，你们看他玩的东西都跟别人有点不太一样。还画水彩画，他很早就画水彩画。他比较特别一点，他有艺术家的性格，对不对？哎，你们家的照片怎么这么好笑？他都很，对他都好专心在做他的事哦。真的，我也没办法。好像博士照哦。他从小就不喜欢玩玩具，哎，而且他其实也不太喜欢在意你们的照相机，对不对？而且你看他这个像不像那个书法家在写书法，有没有？那脸有没有？很正经哎。对他都是很正经这样子，正经八百的做他的事情。这不像玩具啊。这是小朋友的玩具，那他的用意是？这是玩具。这是有一次我们一起去日本的时候啊，然后我们带他去就是卖玩具的地方，然后他跟他爸爸讲，他怎么吵他就是要这个东西，可是他非常的贵啊。这个很酷哎，那我就不太希望他爸爸买啊。是收音机吧？对。没有，你等一下看，他这个很酷哦。你要看每一个人的表情哦，跟动作。然后大人的吧。他这个很好玩，就是啊。他不是很笨的，每一个人都一起在那边弹哦。他是好比说什么音乐是什么乐器，什么乐器，他就会出来什么样的音，什么样的人在动，然后每一个人都还有表情。那它里面是爵士乐，就是有很多种那种这种类似的音乐。那我们也可以买软体再灌进去。那他就喜欢小孩的玩具吗？对，他就好喜欢哦。然后他到现在他还在用哎。他就是常常一个人在那边，就是在那边想事情，有没有放空的时候，他就放。这么小时候还会听这种音乐。然后他当初他要吵着要买这个的时候，我跟他爸爸说千万不可以买。然后有一大堆的玩具哦，可是少哥真的很对，就是很对小孩子真的非常大方哎，他就是马上就买了。他马上就买了，然后本来这边还有一个 vocal， 有一个人啊，可是那个人已经被他拆烂了，他把他拆掉了。不是，那就是有一个人在唱歌，他觉得那个人很碍眼，你懂吗？他觉得很碍眼，他觉得放在中间很碍眼，他把他拿走，然后把他拆烂，就把他拆到别的地方，然后剩这些人，对，因为他说他未来想要当 vocal， 所以他把Ben 留下来，因为他说那个人没有做事。啊，其他人比较忙啊，那个人就只是这样。以后长大就是个主管啊，你说这组多少钱？但是这个是小孩子在玩的嘛。你说这组多少钱？这组折合台币大概18000。哇，而且拿回来很费事。你看他后面这个很复杂哎，就是说他就是出来是什么乐器，他什么乐器就会动。他那个每一个对不一样，每一个不一样的线。那我因为我也是跟着音乐在走的，对对，跟着它不是乱动的，它是有节奏，而且是什么乐器出来的声音，它就会动。你看这个就好了。对，它还会弯腰哦，有的歌它还弯腰。它跟节奏的耶。对。那是什么？这个是
这个是啊，就是因为台湾的这种学习机都是英文的嘛，对，所以我们有听说在大陆的这种就是教育比较蛮进步的，那我们就跑到大陆去买。语言篇，单词乐园。那我们很希望它有那种有什么，请试试按吧。哦，叔叔。对，我们很希望他可以北京腔就对了，字正腔圆。儿子。Aunt， 阿姨。阿姨。女儿。英文的地方，每个教育都不太一样，对不对？太可爱了，好了。你希望小孩长大变什么？当什么？因为我希望他开心就好。他的小孩子的个性比较躁哦，然后比较特殊一点，对，所以要需要让稳定。对，好，因材施教，所以我觉得你是对的，好不好？谢谢。祝福每个妈妈用最好的东西来教育你们小孩，谢谢。谢谢儿童的生长日记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